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也许你认为硅谷中取得成功的人大都是计算机科学或者工程学领域的天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科生在科技领域取得重要成果，这种情况已经不尽其然了。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曾指出，正是科技与人文科学的融合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如此丰富多彩。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九位硅谷领导者是怎样凭借他的人文素养取得成功的。投资人 Peter Thiel 如今已身家过亿，而他在法学院学习的却是哲学专业。他的主要成就是与合伙人联合创办了 PayPal 与 Palantir， 同时他还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先后为 Facebook、 LinkedIn、 Yammer 等公司投资。Slack 公司 CEO Stuart Butterfield 同样也是哲学专业出身，而且他认为哲学素养能帮助他更好地进行写作和辩论。 Slack 现在已成为全球最企业应用之一，估值高达28亿美元。